观众，我们来观战一把著名受害者团长。哎，还是60分呢。团长这个胜率有点坚挺啊，还保持60%啊。看看阵容啊，因为这个版本确实是刚刚也看到了，就速散面对有些阵容真没法打。这把的话还行，这把有个机械师啊，这把有个机械师，咒术、勘探、黑白双煞、先知机械，机械师带薄命吗？请问一下求者，这边谁带薄命啊？丢伞直接到脸上，咒术师第一刀给你来上。这个开局你说打一刀咒术师怎么样呢？我觉得也就这样。他这一刀又不是打在戒师脸上，打在戒师脸上一切都好说。哎，对，还是要抓戒师啊，还是要抓戒师，抓机械师是最稳的。我觉得团长慢慢的也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的头铁了，对吧？该去抓一些软柿子的时候还是会抓的。他当年那可是最不该抓的人他都会去抓的，就是硬。这里看这一刀有没有机会啊，张狂马上开技能了，摇个铃，一刀有了。娃娃扛了一刀，娃娃扛了一刀也行吧，这个娃没放出来我是完全没想到的。也就是说这边机械师会不会上来就准备的是你肯定会抓我，我这边娃就拿着扛刀了。但你说赚还是亏嘛，不太好说、不太好说。因为这个娃放在外面如果能修点机子其实也挺好的。这边蓄力刀，娃娃再扛，好的。那也就是说这边机械师至少吃4刀，然后先知你要给上的话这个机械师要吃5刀，然后机械师一个人6穿，这么狠吗？外面的机子现在算起来是肯定不够的，这个机子算起来是肯定不够的。鸟给上了，这波鸟给上了，机械师只能强行转点了。丢伞这边变黑，剩一手板子破掉以后再摇个铃，机械师倒地，斜角摇摇到了，好的，那一刀带走。密码机的话算3台啊，现在算3台，总量3台机子。求人者这边的机械师被抓以后他们还没有救人位的，不是你要挂地下室，他们的机械师你还敢挂地下室，万一带个摇呢？我觉得团长这波地下室挂的是不是有一点点想的多了，这地下室一挂的本来他们就没有救人位，你这挂地下室人家不就卖掉了吗？哎，这波地下室我是真觉得有点没想通啊。对吧，人家这边也没有薄命的，这地下室救了都出不来的。这现在好了，这现在好了，这咒术师2层孤啊。该开门战了，该开门战了。我觉得这机械师待会儿翻个箱子，现在机械师现在修机也行，翻箱子也行，还是要挂地下室。那现在的话确实要挂地下室了，刚才那波机械师挂地下室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的。为什么要挂地下室？当旁边没椅子吗？我觉得应该是突然想到了吧，想挂地下室就挂地下室了。飞轮进来打一刀，这边磁铁保一手，这样的话咒术师能续出一个三姑，续出个三姑咒术师就有机会能走了。一刀，哎，打中了，取消插刀，我勒个老天，这一刀真的帅啊。一起救援，但求者这边密码机应该是能压好的，密码机应该是能压好的。开门战的话咒术师有姑，咒术师这边手里面有4姑，相当于先知勘探一起救援。不好说，不好说，这个还真不太好说。因为这波他这刀打中这个咒术师蛮帅的。开吸魂，开吸魂的话这边两个人会一刀落地刀，开吸魂救不下来。
哎，密码机点亮，人没救下来。哇勒个去，这一波还有个蓄力刀呢，一二三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的话他也不管，勘探员知道你不一定出得来。哎，你居然这打得好呀，不愧是团长，这波守得漂亮，这波守得真漂亮。一个摇铃，上有磁铁，吉尔士那边门开了，但先知这边的话被眼插着，看这一刀抽刀，还有摇铃，勘探员磁铁应该是续不出来了，前面这块板子没有，一个摇铃斜角摇到了，走你，补一个眼，然后丢伞回去先处理掉这边，那吉尔士肯定回头啊，吉尔士肯定回头嘛。先这边鸟是吸不出来的，一刀，哇，这一刀是还是一刀，你一刀，你一强刀，排到机械师这里的话，几秒钟，五秒钟以后有一个丢伞，勘探员交自己，机械师这边手里有个魔术棒。丢伞拦住你的位置，插眼飞轮，那戒士能走啊，哎，戒士能走，勘探员能把这个先知给捞，哎，戒士这边没有选择走，他要再拖一拖，再拖一拖两秒钟摇铃好了，当时机械师那波应该是有机会能走，他交个分身应该是有机会能走的，他不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走了勘探员这边应该也摸不起来，这个先知呢是一个交自己，然后呢因为速闪这边带张狂，我感觉摸不太起来吧，摸起来了，摸起来，两个人，勘探员这边有磁铁，游戏还没有结束啊，看见两个人蓄力刀飞轮躲掉，一刀抽没抽到，这边来看先知，看先知，看先知，看见先知了，两个人，这两个人的位置先够一刀，够不到的话他也丢伞过去了，那边人能救下来吗，真先倒一个，但勘探员这块磁铁把自己弹的位置不太好，一个摇铃，勘探员倒，先知走，先知说我不走，我不能独活，真的是他们都有机会能走的，先知说我要吸只鸟，勘探员这边带飞轮的，所以爬得比较快，人先放下，这边机械师有机会能交自己，他要不把机械师先挂上吧，把机械师挂上，对，还把机械师挂到外面来，哎呦，你这团长真是越来越细了，主要这边是带张狂的，主要是带张狂的，一时半会儿摸不起来的，但这个志奇只到 70% 的开吸魂过来还不让你吸鸟，然后用一个蓄力刀蓄力加速到3，2，1，给我走，漂亮。